中华县政府为了推广中华农游乐区，举办一系列食农体验旅游，由沙西乡农会办理的凤芝乡食农区的农游活动，串联在地多肉植物、鹌鹑蛋、甲番薯等农特产品，设计相关的 DIY 体验课程，充分展现沙西多元丰富的农产特色。沙西乡农会配合中华县政府办理凤芝乡食农区的食农教育体验活动，特别串联在地多肉的植物、鹌鹑蛋、甲番薯等农特产品，设计一系列的手作的体验课程。不要把它种得太高，哈、哦。养育用新压的多肉的盆栽组合。然后接下来还有陈同轩老师带来的，应用我们在鹌鹑蛋做的创意寿司的有没有？创意寿司的料理，啊，最后还有带大家到六个饼干学院来做，也是应用我们在地杂粮地瓜来做的饼干 DIY 活动，一系列的活动都是用我们自己手做 DIY 的方式，然后来推广我们的食农教育，透过自己做的流程，我们来介绍大家认识食材，认识农业。对疗愈的多肉组合盆栽、到鹌鹑蛋的军舰寿司，也搁有番薯饼，一连串的体验，充分展现陕西在地农产的多元特色。我来跟他两个人在出国了嘛，小个大哇，300块就有三个活动可以参加，有很期待吗？有最期待是哪一种活动？很可爱。来，每届的食农体验活动，只要一开放，马上就报名额满，活动真受到欢迎。沙西乡农会指出，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会当让更加多人熟悉食农教育的重要性，买当借机会来熟悉在地农产特色。大众新闻叶宏武，沙西采访报道。